平常我们到现在看钱包有多少钱，今天就不用看。今天真的大手笔，那个街看起来好嫩啊。阿妹，你还好吗？我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我今天跟小慧去健检，所以呢，我们从昨天半夜就没有吃东西，没有喝到水，到现在我差不多就是快要饿昏了。所以我们健检完了之后呢，就立刻搭了捷运来到我身后这个中正纪念堂站的二号出口。按照惯例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哪里，所以呢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带大家去吃爆南门市场啊。走 go。 哎，小慧不是跟他一起二刀王了吼。小慧小慧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原本南门市场在我的右手边，但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呢还在重新装潢当中，所以呢我要带大家呢先去它的中继站。那么在我们出发之前呢，别忘了先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吃饭，好饿。南门市场免费接驳车乘车处，我们要去消费交钱。这里到了到了，我肚子超级无敌饿的，多给你们一千，好不好？耶！太坏了，对不对？我这里设定一个终极秘密，你们挣的钱如果没有在上面的话，就失败。谢谢干妈。哇，现场的有冷气耶！根据可靠消息指出，每进门的这一家呢，就卤记鱼丸，他们家的蛋饺，大家来这边都必买，因为他们是全部手工现做。要有10颗，然后200块。那我要原味跟香菇各一。今天小慧来我们这边做客，就知道小慧是个豪华的。太热热的哦，不要用力呀。哦好，不过他这样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吗？都可以，大概8分熟。你有没有觉得沿路一直闻到那个很香的粽叶香？真的，很多人都来这边买他们家的糕饼啊，跟一些甜点类的，他的包子类的东西好多，很多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家有个东西非常特别，这个，这你一定没有吃过，对不对？它是点心吗？它是点心，你可以这样吃也可以，或者你可能拿来做些什么，你想要沾在东西吃也可以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，就是你看莲子糕也有，我每个都好想吃哦。不瞒你说，我也很想吃，真的哦。但是这边的必吃的是这一个。这是松糕，然后它的口味其实还蛮多的，我们一人选一个。我想要吃芝麻的，我要吃桂花的。真的那么多粽哎，福州粽就是它的材料是比较单一，嗯，像比如说鲜肉粽，它就是一个肉，都是肉啊，豆沙粽就是豆沙，嗯，蛋黄鲜肉就是加个蛋黄，是啊，这南部粽跟北部粽里面就是蛋黄又是香菇。比较多样化，多样化。那我可以请问一下，双鲜是哪双鲜呢？双鲜就是火腿加鲜肉。啊，火腿加鲜肉，你想吃我们就买。把它蒸一下好吗？老板这么好，那我也拿一个减重。老板，我刚念的把我们念错哎，他那什么麻油是撒子吗？这是骰子，对，麻油骰子。哦，直接结账，265。接下来呢，我带你去找下一家美食，还有第三家，当然还有。但你有没有觉得好渴？我们去找喝的好不好？好，找饮料，走。哎，小慧，哎，小慧来，小慧来呀，来，肉干，我要吃一下肉干。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嗯，这个是绞肉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有胡椒香。嗯哼。嗯，这个辣的。这个是有那个椒麻的。哦，谢谢。你看，好多菜哦！哎，这边每一道看起来好香，好好吃哦。对啊，有些东西真的很少看到了。譬如说，我刚好看到这个，请问今天还有心太软吗？心太软今天卖完了。啊，太晚来了！你自己私人最推荐的，就是我们的鲫鱼。哦，有我听说我们家鲫鱼很厉害哎。鲫鱼每一尾都有蛋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肉类的话，我们东坡肉也是我们的招牌鲫，只是今天东坡肉卖完了，所以。那我先来一条这个好了，你要蛋多还蛋少？蛋多的。我们这个都有在炸过的时候，它其实骨头都已经酥化了，你是可以连骨头一起吃的。好。然后你要需要一点葱吗？要。内行。谢谢。好像有个什么蚕豆的，也是你们很有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蚕豆没有。有一个饭店。卖完了。请问那个是
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我们的招牌甜点之一，跟心太软是并行的，它是冰糖糯米藕，哦，它是莲藕里面的孔洞里面塞糯米，对，吃起来的话有松有软的。刚好还剩最后一盒，掌声鼓励。觉得这个是一整条卖，还是一份一份？看您需要的，我们也有这样现切好的，或是说你想要直接现拿现切的也都有。阿妹姐，你想试试看吗？你都来了，我怎么可以不满足一下？那我就来一份。我们想要现切，这个是算哪一个地方的？江浙菜系，通常来这边会稍微做一些稍微一点点调整，因为江浙菜的话，它本身口味会在重一些。看起来好想吃哦。所以像江浙的话，它是甜辣酸哪一种会比较会偏重？甜会重一点。它太吸引我了。我还有一个荷叶排骨，这样是832。好的。然后我们让老板娘说我们请你们吃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。所以免单，谢谢老板，一鞠躬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家。因为我觉得饿太久了，这样不行，母汤。所以刚刚我们试吃的肉干，立刻买。真的好啊，那我就一包。好，我们拿350就好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边怎么这么多？这是腊肠吗？好多，一整排耶！你看有广式的、特级的、香港的，还有干肠哎，好特别哦！哇塞，阿妹姐，你有吃过这样的腊肠吗？爷爷奶奶他们以前都会自己灌。但是有这么多样式的，我们家可能没有办法做到。说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大根？好强哦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金华火腿。我们家的是做肉品嘛，加工，所以我们的招牌有好几种。金华火腿是最典型的，是，因为我是台湾做金华火腿最早，也是目前规模最大。荔枝火腿就是家乡肉做。也太香了吧！我这边整个闻到，这个看似冬瓜块之类的，这个是鳗鱼做的哦，鳗鱼的，像这个拿来红烧肉，这种咸鱼呢叫做麻油鱼，咸鱼鸡粒炒饭，哦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哦，咸鱼蒸肉饼、咸鱼豆腐煲、咸鱼茄子煲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做，提个味，家乡口味。原来如此，比较有回忆的味道。如果没有走进市场，可能不会发现有那么多很特别的东西。部位双方，这就是荔枝火腿。哇，这个汤汁，你闻看很香哦，好香哦。这就是四方饼，软软的，烤方是有点脆脆的，然后把它夹在一起吃。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挂包哎。有，对。这边有肉有分肥瘦吗？没有，很明显，太瘦的话反而很柴，就像是。肉干一样，我们就是要吃肥的，行家都是吃肥的，一定要肥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带一组，这样多少钱？这样是340元。好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谢谢老板娘。有没有觉得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呀、啊？好像少了一些肉品。真的。我记得我刚刚走路的时候呢，默默已经看到这一家。哇哦，你看那个鸡肉看起来油亮油亮的。你看，对对的感觉，而且都快流下来了。而且这边还有什么排骨酥啦，还有牛肉啦，还有什么肠，很多呢。赞你啦！板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家有哪几样商品是招牌啊？我们的鸡肉跟烧肉都是我们招牌。那我们就都各一份。哇哦，各来一份，这句话。有没有开心？好舒服哦！平常我们到现在看钱包有多少钱，今天不用看，直接都来一份。老板，我还想要再多加一个鸡卷，然后旁边那个猪蹄膀那个叫做什么啊？混蹄，它是猪脚的骨头拿掉，然后再塞回去。对，有点类似削肉这样。好帅哦！然后吃起来有点 Q Q 的。那我要一份。好。然后麻油猪肝腰子。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刚这三个都要再一份，红烧烧肉也一份，然后饿到的还有抽出去两管血都补回来了。但是我今天买那么多，我之前好奇我们在这家里面会花多少钱。哇，这个鸡看起来好嫩哦。那一共1500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请你们吃的，谢谢谢谢。虽然说啊，我们口袋的钱呢剩不到很跟几百块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要推荐你来这边吃一下它的熟食的部分。我们俩自己集资好了，那我们就一个人出400。有，刚好剩我刚好身上剩400块。我们买完之后多退少补好不好？一般啊，我们要吃酸菜白肉锅啊，就它那个一般都是我们看着是外面那种小火锅的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家特别不一样。这是长这个样子吗？对，就像画面这个样子。我们俩吃一个看看好不好？而且我们刚刚是有买蛋饺。对。跟我想的一样吗？我就要丢进去煮。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们要点一个酸菜白肉锅内用，开动啦！哦耶！
那你先选一个你想吃的。我现在煮蛋饺。蛋饺做的巨无霸哎、欸！我想吃这个。这家就是很有名的哦。皮好脆哦，而且它的皮啊，你一咬那个油花不滋的会跑出来，然后本身的咸度其实蛮高的，有点咸哦。就他们来吃的时候呢，要配一点饭，那个肉越咬越香，尤其那个皮，我的天啊，我爱那个猪肉爆出来的感觉。它的油脂分布真的很棒哎，老板的烤工也很厉害，厉害厉害，这道太好吃一点。好，下一道呢，甘蔗鸡，它的肉是弹牙的，很弹，然后这个鸡皮跟那个鸡油软到一个，然后这个油是炸出来的，它的一咬那个油香是化在你嘴巴里面的。同样呢，咸度偏高，大家记得配点主食来吃。像你们合适的感觉。有哎，有了几个小时。你今天怎么可以让自己饿那么久啊？因为光这边很棒的点就是。来，给你加个菜来。哦，主角请你们吃。谢谢，谢谢老板娘。好棒耶！阿妹姐剥好的给你了。怎么这么大只呢？这个卤汁感觉就很棒。感觉卤了很久，而且那个焦糖色都炖出来了。卤汁的香气。也是它的酱油香，但不会到很咸。拌它的饭啊，我就可以多扒个好几碗。然后里面卤得很透，但你不会外面浮了一层油的感觉。太香了啦，太幸福了。好厉害！这个肥肉太嫩了啦，入口即化哎，超下饭的。然后我这个部分的肉啊比较 Q， 因为我的皮比较多，它的皮呢是带 Q 的。这个猪脚真的好下饭，让我来吃一下这个。它这样的做法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吃，哦，满满的那个榨菜香哎。哦，他刚刚说这个豆子是蚕豆。对，那个酸菜真的很香哎，然后跟那个蚕豆，那个豆香味很强烈，可是它又跟榨菜、酸菜，它又跟酸菜搭在一起，又不失他们两个的风味。帮我加一些酒喝变笨，我也好像有传染的，不是我们笨，是我们饿太久。我觉得这个单吃起来没有想象中的咸哎，然后可以咬到那个菜的那个咬劲，真的很清爽的那种脆脆的口感，还保留的还蛮好的。然后这个豆干呢、卤的味道很透，很进去，它是介于豆腐跟豆干之间的口感，而且吃起来很清爽哦。我先打给你，我再放。好，谢谢。要。那我要吃一口看看。那馒头是本身没什么味道，但它那个火腿是很抢眼，还有点烟熏的味道。阿妹姐要跟你，我吃的口感有层次，先吃到面皮的软 Q， 然后再吃到这个的脆，你再吃到这个的肉香，觉得它这水是越嚼越香的。那要加一点它里面的肉香跟咸香，如果你怕它不够味道的话呢，记得它夹起来的时候肉再多沾一点那个酱汁，然后一起吃进去。阿妹姐，它的蛋饺超好吃的，它的蛋皮呢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然后吃起来的蛋香味就非常足够，而且它里面的猪肉馅超级无敌香，还有肉丝，整个锁在里面呢。被你鹅肉到家要先吃一下，这蛋饺真的超厉害的。它的那个蛋皮好像在吃蛋糕的感觉哦。对对对，怎么蛋香可以这么浓？它的蛋香还带一点点的奶香在里面。然后肉汁真的有锁在里面，肉汁是好吃的，肉汁好好吃哦，好棒哦，很黏哎，好像在吃另外一种海绵蛋糕的感觉。难怪这个会是主要商品，很多人都会推这家，大家一定要买，这个太好吃了。我们来吃一下麻油猪肝腰子，好，我刚刚讲的就是腰子对不对？腰子对。我要煮这个厉害的是火候一定要对，火候一旦过了，老了就不好吃。然后它的麻油淡淡的，如果很怕吃麻油的话，这个可以。
那猪肝也好吃，是粉嫩型的。哦，是弹的呢，而且没有我很害怕的那个铁味。那接下来你来拆个粽子，然后我来拆这个粉蒸肉。它里面的排骨是一整块，我以为它是像那种一块一块小的，它是一整块大块的排骨。刚刚老板说这个是那个湖南粽吗？湖南粽，嗯，就是比较长一点，跟台湾的不太一样。哎呀，味道好香哎。它这个粽子的粘性是比较高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这不好吃，我刚敷水泥。太好吃，它里面的肉香会超香的。他说里面加了火腿跟那个猪肉，对不对？嗯。它那个火腿味道超浓的，来。它这一道的话呢，它的荷叶香气完全都会吃在肉里面。嗯。所以你要吃到它的粉蒸旁边那个什么粉蒸也好啦，或者里面肉也好，你还是压不过那个荷叶的香气。但我是粽子的话呢，反而是它的粽香，它主要提味，我觉得是它里面的那个火腿跟肉在提味。重点就是淡淡淡淡的，我觉得我家火腿真的很厉害。嗯，这个真的粘性比较高，可是它里面的肉香味是好吃的，非常足够的，可能这个要来一点甜辣酱跟牛逼。嗯，先不用了，我记得啊，多了1000块，没想到竟然会花光光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花光光的。怎么长得一模模样样啊？刚刚那个怎么好像短裤倒带一般？我看到了卡层，你看这个卡层多么的肥，多么的油，看到它我整个都舒服起来了。惩罚算什么？时光机过，要不要吃下鸡卷？它面比一般丸子面脆，给更还要再柔软，还有像皮皮的味道。比奇它是一个非常贵的食材哦，他们家的绝对每一口咬都会咬得到它。那是刚刚那个捆起来的那个猪脚，对不对？捆蹄。它外面这一层猪皮是 Q 的，它里面那种肉是扎实的，然后它的味道有点类似像火腿的感觉。要是咬口不好的话呢，很适合把它买着当零食吃也可以，因为它的肥肉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少。它完全不会说也不好咬，它是吃起来很像包在三明治里面的火腿，结果吃起来好像比较像口那个很知名的炸排骨哦。它根本就是变了样子的排骨酥，就很像炸排骨的感觉，这个好特别哦。接下来鱼来吃一下，都是蛋，好香啊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扎实的鱼软哎，它真的是煮得很入味。那它的刺身认真可以吃，嗯，软很硬啊，骨头很脆这样，跟长得不太一样哎。嗯，你们吃一下这个好了，撒满它。我们特地有跟老板说，我们想要松软，就是松松的口感。我没有想过莲藕可以做成这样子哎。这道菜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吃的，好吃啊。嗯，也不能说脆耶，有点绵，但是还是带有点嚼劲。那是我喜欢的味道。那里面有糯米啊，糖真的吃得很进去，可是没有不会因为那个满满的糖让你好像觉得太过的腻。嗯，然后它的莲藕的味道，莲藕的甜味一点都没有被盖过去。哎，你不要再讲这两个，盖住。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今天买的其实都非常的成功哎，嗯，除了把我们预算给花光这个部分有点残念之外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。嗯，我们一人一半怎么样？好，然后你的是芝麻包芝麻的，很多的芝麻，你看里面，哎，它好扒开。嗯，然后我这个是桂花加芝麻，我来看一下，哦，也好多料哦，你很气饭肯定不会想，谢谢。上面那一层不会甜，它只有芝麻馅稍微微甜，可是它整体吃起来，我觉得香味很足够。之外，它外面这个糕体，嗯，就它有点像蛋糕，又有点偏向桂之间的空气体。我觉得它吃起来真的比较像状元糕哎，热热的吃会更像，我觉得。嗯，那我觉得吃这个还是要搭配一点东西喝，甜度非常非常的低。我们来试一下香菇蛋饺，它是那种香菇蒸蛋的味道，很像茶碗蒸哎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。嗯，好吃。我们刚把所有的美食都品尝一轮之后，你觉得哪个是你
今天的前三名。好难选哦，我觉得好几个都好好吃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我先说我特别喜欢的，好，这个麻油猪肝腰子，跟这个捆猪捆蹄，脆皮猪肉，超过这个，粉蒸排骨跟这个粉藕。冰糖莲藕，冰糖莲藕，然后干自己也很好吃，蛋饺，这全部。如果硬要你找个前三呢？第一名吃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看人吃。你喜欢吃甜的，就一定喜欢吃这个。对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人，你一定不喜欢。这句话有说跟没说是一样的。第二名的话就是脆皮猪肉，我觉得这个不管任何人都觉得很好吃，第三名的话就是麻油腰子猪肝，我觉得这个师傅太厉害了，完全不柴，好嫩，那个麻油的香一点点，不会到很重，很清淡，是很温顺，很吃起来身体都温暖起来那一种。那我的本日第一名的话呢，给他了啦，瘦肉不会到很柴。肥肉的话呢，又不会让你油到满嘴都是很腥的猪油味。然后它的猪皮非常的厉害，就是我们从刚刚买到现在，它的皮都还是脆的。没错。你咬下去的那个油不滋出来的感觉，不会让你觉得一嘴的油，非常的香。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话一定请你必点。它虽然说单价真的有点那么高，但是997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然后第二的话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食物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厉害。然后这样第三名的话呢，是有一点点的难选，因为每个都很好吃。但如果以我自己个人习惯的话，又还蛮爱吃锅的，所以锅类也会给它一个名次。而且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小火锅啊，都是一般那种点火的一般型的，那里面呢有仿一个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老板很用心，给他一个分数。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来南门市场的话呢，请 follow 我们的路线。但是呢，等他弄好了之后呢，这个中继市场呢就会搬回去原本的南门市场，只要坐捷运出来就可以到达喽。那现在我们就慢慢吃，好不好？把这桌面就是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准备回家。期待下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去吃好吃的，真的吃爆南门市场。虽然说很想要试厨的遗忘些什么，但是我眼角突然瞄到了他。有人在期待这件事情吗？哪里？阿妹姐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吃红豆？我就没有很喜欢红豆的味道哎。我爱，爱，我爱，我可以。你知道你有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子女的。对呀，好健康哦。拿个薄面。今天呢，小慧来这边，我也没有招待的很周全，那这个就，哇，好棒哦！下次见，拜拜。原来它从头到尾端，大概只有那么一丁点的地方没有包到红豆，其他的整根都是红豆。可能因为它有被那个紫米跟红紫米跟黑米有分散一点点那个味道，所以它没有让我尝到太过重的红豆味，但是它还是在里面，是算不错吃的，是包错料。